夏目穿越戈壁荒漠丘陵山地等，极端最高气温可达零上40多摄氏度，极端最低气温可能达到零下30到40摄氏度，而且常年大风相随，冬季的风吹雪可以一夜之间把大的沟壑全部填平。断崖式的降温要求给混凝土增加电热毯，用棉被给其保温。所以这个地方呢，我们就做了一些特殊设计，在这个戈壁沙漠里边做了这么一个三层立交。现在呢，结果是我们的铁路在上，我们的野生蒙古野驴啊从中间迁徙，我们的高速公路在下。这样的话呢，将来这个当地这个蒙古野驴啊、鹅喉羚啊、马鹿啊，每种动物都有自己的迁徙通道，保证呢我们的野生动物和我们的通道共存。